今日仲飲咖啡？仲有好多嘢要搞，應該都要通頂。唔該曬，各位揀得好好，我今朝拎咗上嚟。Hugo 啊，我有樣嘢唔知好唔好問你。想問咩？係咁嘅。 我想攞翻嗰一隻金箔護膚品啊！我好辛苦先托人哋買到噶。你咁嘅樣唔係掉咗係嘛？估唔到你講呢啲啫。唔係講咩啊？後面。你以為我講感情事啊？Sorry， 我有諗起你噶，不過我冇喊。呢幾日我淨係諗起套護膚品。 同埋嗰啲新買嘅電動牙刷啫。今晚冷消灑啊，踢住對拖鞋就走，搞到我要赤腳開車。我哋仲係朋友呢一句啱啱用啊？呢啲嘢我 pack 好曬，係車尾。你要嘅，我拎上嚟俾你。Thank you。哇！大晒黑超咁做個訪問啦，喂，俾個問卷你做下，喂，一分鐘。 做個問卷得一分鐘啫嚇，有唔識字？喂，姐姐，做個問卷得一分鐘啫嘛嚇，唔好就係笑啦，你一齊嚟啦嚇。喂，你一分鐘我做個問卷好唔好啊？喂，妹妹，喂，一分鐘我做個問卷都好快嘅咋。但係咧，阻住曬，我一陣都想為你接吻。哇，使乜咁毒啊你？哎，靚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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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求你求我哋求你，俾一分鐘時間幫我做個問卷好唔好？唔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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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姐，我想問咧，平時你中唔中意鬧人㗎？如果中意嘅話，你會用粗口啊、諧音啊，抑或男啊去鬧咧？ 頂乜咁煩？頂乜咁煩？咁你覺得頂乜咁煩啊？算唔算粗口咧？有冇禮物先？上次咧，我做嗰個香水問卷廣告啊，都有個香水版送啦。你廿蚊嘢啊？準？明好慢慢追劇嗰個男主角，一蚊準啊，中意啊，一蚊準。一蚊準，一蚊準。等下先啊。準？有幾準啊？我中文唔係好好。 单眼皮奶油剂，食完饭搵女人钱，我知啊，热到，哇，Hello Hello， 喂啦，我中意你啊，Hello Hello， 咦，今次嚟香港拍嘅新戏，合作得顺唔顺利啊？咦，你哋嚟饮茶定嚟做嘢啊？定系嚟拍拖啊？小明啊，小明。 啊！各位記者嘅朋友啊，小明，小明，小明啊，簽名啊，排隊啦！講咩？我 friend 嚟㗎，小明，小明，係你搏懵咩？哎呀，要搏都唔搏你啦，小明，小明，呢位先生咩事啊？我係慧能經理啊，喂，我哋朋友嚟㗎，好熟㗎，小明，先生你係？好玩啊！學成歸來，同韓國仔拍戲啊！ 好啊，人氣偶像劇拍多啲好啊！如果電視有爆紅啊，你就發達啦！喂，點啊？今日幾點收工啊？我叫爸爸煲定湯，斬定料啊！咪住先，咪住先，你講咩嘢啊？我真係唔識你嘅喎。馬小明，冇孖生姊妹㗎，我啊，袁小田啊。先生，我諗你搞錯啦，我唔係咩小明啊，我叫慧南啊 ，sorry。 喂，原來名牌係咁用㗎！哎呦，嚟，邊個咁急？喂，慣化啦，你仲想瞞我幾耐啊？咩事啊？咩事？自己睇。咦，今次小明嘅？仲有一條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慧蘭，咁我喺美國讀 drama 啦，都住過一段時間㗎啦。 我好慶幸咧，可以參加到呢個美國嘅電影。我覺得你同佢咁 friend 啊，佢翻嚟一定揾你噶啦。睇多次啊！睇乜嘢啊？嗰一定係馬小明嚟嘅，我認得佢白大板牙，個樣似唔奇啊，連棚牙都一模一樣先嚟奇啊嘛，一定係小明嚟嘅。
我要见小明啊，点样联络到佢啊？我啊，为咗嗰件失声单嘢，已经搞到一头烟啊！我好耐冇同小明联络噶啦。冇可能。佢叫咩名话？威南啊。唉，摆到明系艺名啦。麻格丽，吓，我个老母入水啊，我都冇幻觉啊。佢唔肯认我，你又唔肯认见过佢，你咪想边度跳楼啊？诶，冷静，我真系冇呃你。 会唔会系你睇错咗啊？阿咪嗰个妹咧，嗰次太过明星啦，嗰时都搞错噶。冇失我，唔眨眼即系讲大话。哎呀，我应承你啦，我帮你查清咗件事啦，我而家肚饿，要食个下午茶餐，跟住去买餸啊。翻返啦，小姐。 我系啊，点啊？边位啊？我系文世光，蒋怡嘅外父。关花丽，1990年中大校花，同蒋怡拍拖3年，分手之后同新怡一齐，仲收养咗高兴做仔，直到2010年你哋回流翻香港。喺今年，新怡死咗，你同蒋怡终于再见翻面。你查我，有冇咁嘅必要啊？ 关小姐，大家系聪明人，唔使转弯抹角啦。我女婿事业心好重，佢需要嘅权利同金钱系你俾唔到，我女就唔同啦。数啊！我以为蒋元睇中个女人有几巴闭，原来都不过如是。阿妈嘅品味真系低劣。喂，你有冇礼貌噶？你讲几多钱先肯理我佢？ 加多3000万，我同我仔即刻翻美国。好啊。花人花语，你讲得出就做得到。千万用。其实同分子料理一样，签账簿绝对一个革命性嘅概念。虽然分子料理当初都备受质疑，但事实证明佢系可以解决粮食短缺嘅问题。同样，签账簿系可以解决好多网上交易嘅漏洞。分子料理咪人人掰？ 签账簿亦会面临好多问题，尤其系银行界必然要翻起大路。正因为银行做唔到，我哋先要做。如果银行唔改变嘅，就我哋去改变银行。就凭你咁大嘅口气，我全力撑你嘅签账簿。多谢。我哋预计第一期投入嘅资金咧系5000万。唔使咁，等你同家瑜庆祝埋8周年同婚，我就拨钱入你个 MyApps。 你咪当我傻，呢个世界冇无缘无故噶。我咁撑你，系因为嘉如仲喜欢你。点啊？我难为你啊？定系放唔开关花拉啊？你揾过佢？唔使咁紧张，蒋元，做人应该识得分轻重，知道边啲应该做，边啲唔应该做。你同嘉如喺埋一齐。 系想借助我财力同你老豆冚过，我唔卖。只要你一心一意对我女好，氹得佢开心，几多钱系冇问题嘅。你明唔明啊？我明白嘅，爹哋。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